伊甸园的好朋友，大家假日安。今天经过了这个路口哈，想起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几个月前帮家人哈嫁接的一个落梨，那它的现况如何？我想要过去看看。那这一颗落梨是种在那个，算是一个小提案吧，上面的一个空地。这是我的一个少年阿姐啦哈，然后他说他想要把这颗水生洛梨哈嫁接，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生长产果，那就按照他的需求哈，帮他嫁接了终生种的 A 型花洛梨跟 B 型花洛梨，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目前的状况如何，走了。那旁边那个灌溉用水哈，可能昨天下大雨，还蛮多的。好，我已经到了。OK， 来看一下，哦，看起来不错，嫁接的接穗都是成功的，来看一下喽。非常的成功，来嫁接的接穗啊，在底下，然后这个嫁接的接穗在上面，两个接穗都顺利成功啊，一个红的，一个绿的啊。那它至于它的花型是哪一个的话，就要回去再查。所以这一颗石生洛梨就顺利了。顺利有一个终生种的 A 型花的接穗，那有一个终生种的 B 型花的接穗，所以是标准的一树两品的洛梨，所以这里长得还蛮成功的。好，每一次的嫁接看到它顺利发展，然后管理跟照顾的不错的话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，那也相当有成就感。那如果喜欢果树植栽，又喜欢洛梨，你都是可以大胆的先种下石生苗，不管是直接就是种下洛梨籽啦，或是洛梨籽种在你的软盆里面培育石生苗，再种到地上去，等到它大了啊，到合适的季节，那合适的季节可能是一月吧，活力的十一月到隔年的二月，都是一个合适的季节，甚至早一点十月，晚一点三月，只要你管理的作为合适的话哈，其实成功率都蛮高的哈，成功率都蛮高的。那像这样的一颗洛梨花，那接下来哈这么大，现在才六月份嘛，六月三号四号哈，六月份的话，那我想它在今年底的十二月一直到明年的三月，这肯定是会来花啊，因为它这么大嘛，一只大长啊，所以它一定会来花啊，所以等于是今年年初嫁接，或是去年的十二月了哈，然后等到隔年的那个下一季的花季的话哈，就会来花。那至于来花之后，你要不要让它挂果哈，就看树势。如果它树势已经长得够大了，尬心也可以哈，尬心也可以。那如果它树势不够大的话，要舍去也可以哈。那以我这样看起来，这一颗目前的状况这么的大哈，我想它尬心是很有可能的，因为现在六月份一直涨的话，还会再涨更高，还会再涨更高。那顺便提一下哈，旁边的这一些作物就是柔顺，我小时候最重要的经济作物，净柔顺。那现在净了技能诶，废零的柔顺呢，我想应该是我们这个少年阿姐啊，自己家里面种的，那可以采来吃啊，这有太多太多的回忆跟记忆。好，那今天经过来探视一下我亲手嫁接。那我记得那一次的嫁接是找我们的原主老妈跟我哈，利用帮忙，黄昏已经天黑了，然后有点冷，风还蛮大的哈。前面的记录影片应该有记到啊，所以现在顺利成功。好，简单的记录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